虾仁王里道，加点料 Q 弹美妙，神仙小吃第一道，虾滑排队来报道，煎至金黄剪几道，洋葱爆香加猛料，一起来调教调教，这股贼香的味道满屋笼罩，还 Q 弹到蹦蹦跳跳，如此炫耀像吹着口哨，叫我赶紧开照，好吃到一掉我的叫叫。神仙小吃第二道，花里胡哨一起到，搂匀它，海苔片上压一压，热锅薄油往里趴，金黄焦香翻面夹，脆香肉仁出锅啦，口水赶紧擦一擦，酥脆弹牙非常搭，一口一个顶呱呱。神仙小吃第三道，响铃卷用温水泡，肥牛虾滑是我的爱好，一起来拥抱拥抱，蒜末爆香番茄到，炒香出汤再放料，神奇料汁接着到，顺便盖上帽，嘟嘟喷香很礼貌，裹满汤汁再微笑，层次丰富很深奥，真是好吃到爆。三种虾滑你更喜欢哪一道？收藏给家人比较比较，关注我在家吃遍全球。